早上台电在9:07的时候在特别是在南部发生了整个大停电，那北部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停电的情形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赶快成立了应变中心，那包括经济部包括台电等等，我们就紧急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对这样的大停电呢，我们特别感到抱歉，跟大家致意那造成特别是南部非常的不方便特别感到深深的歉意。那这样的一个停电呢，主要是这个新达电厂的开关站发生了事故那发生了事故呢，就整个影响到这个龙旗变电所的一个运作。那因为龙旗这个是这个对南部的整个电厂有关系，所以就造成了南部的电厂停电南部的电厂停电。那现在确定是新达电厂的这个事故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新达电厂关掉，那就切开这个系统，那其他的部分呢就可以开始来陆续恢复，要来启动这个电源。那因为启动电源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水力的发电已经在发电当中，那其他的燃煤燃气跟核能呢会陆续来启动。那因为这个启动的时间不一样燃气1小时就可以开始启动，那燃煤需要3小时才开始启动，到全部的满载需要时间。那核能的电厂的部分呢需要再跟原能会这个确保原能会同意以后才可以启动。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初步的情形就是北部的地区会在中午以前，北部的地区因为是低频卸载的关系所以中午以前应该都可以恢复。那南部的地区呢也会从中午就开始陆续恢复的供电。那因为电厂会陆续上来所以全部复电的时间我们稍晚会跟大家再做确定，会跟大家做说明。那以上是初步的意见，那我们做第一报的一个说明。那造成这样的不便，还是再一次跟各位全国的民众致歉。